7月7号是 Mira 成员 Anson Low 卢汉廷的27岁生日，教主身为娱乐圈炙手可热的艺人，不单止获奖无数，还是广告界的宠儿添。除了工作上顺风顺水， Anson Low 的学历也不可以看少，他毕业于青衣区内 Band 1中学， DSE Best 5是23分，入读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学学士课程。 Anson Low 曾经在访问里面就透露，在读书时期遇到考试测验不合格，亦都不会隐瞒，会选择对家人坦白，获取最直接的评语，而他的父母亦都很乐意倾听他的想法，亦都会尊重他，所以他和家人的感情都很好，很重视家人。